雇主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气氛组捧场王。好气！你昨天睡了多久啊？我没睡觉，我现在也当了。看不出来。第一期录节目的时候，我以为你20岁左右。真的吗？后面别人问我说你猜柱柱他现在多大了、我说不就跟我差不多大吧，我00年的。我跟你说有秘诀的，因为我不是人类，其实我是一个千年的九尾狐。我也不大人，能不能传授我一点法力啊？我这个法力传你不传男。你觉得早上说脸有点肿？告诉你我的一个小长办法，就是先用皮筋儿把耳朵给绑住，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的。绑这个？对，然后或者是捏这里，各种捏，或者喝南瓜汁，因为美式有的时候也会心悸嘛。对。